曾哥，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导演还蛮体贴的耶。啊，有四个不同角色的女生，威尔森演的是青梅竹马，就是青梅竹马的 Yuki。我们有四个角色嘛，导演青梅竹马，对，此生的最爱。初恋最爱是一个是陆怡静，就是是老中青三个，这三个年龄三个年龄层，对对对对。啊，陆怡静就是演比较，就是我这个年纪的，嗯，那他多病，啊，我可能是也基因了男性的那种莫名其妙的那个下意识里面的同情，就跟他在一起。这个在现实人生里面常会有很多人。跟你的另外一半呢在一起很久很久，七年八年，都过了七年这样才结婚。其实结婚的时候其实是已经乏味了，事实是乏味了。嗯，我看很多这种例子，我的朋友都很多的这种例子。比如说那个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然后出社会了七八年，然后勉强结婚，然后两个人不快乐在一起一辈子。怎么说到大家了吗？就是刷血。哦，这个是一个很奇怪，一个是中年的，中年的是个金发的披一个美女，她是个大哥的女人，黑道大哥的女人，对对对对，但是她暗地里跟我在一起，啊，这个绝对有激情，只要碰在一起就干柴烈火，天雷勾动地火这么变变狗吓吓狗，对对对，她甚至怀了我的小孩，还去骗大哥说这是你的，对对对。就这种现实里面也有，而且他即便没有，也是每个人渴望的、想象的那种。对，那威尔森就是演小时候在一起的，当然他可能一直停留在他自己的那个幻想里面，所以他都长不大。不是他长不大，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在你心目中永远就是。就是这个调调，十五六岁那个样子，尽管他今天不管多老多，他永远就是永远就存在他那个样子。但他可能活在他自己的想象里面啊！我对我来说，啊，就是个过去式啊！你那么认真干嘛？确实有这种人，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时间的长度的关系，他只能表述这三种。哦，对，就是如果时间长度不限或更长，还有更多种。当然啦，就像那个台词里面呢，那个整代的假牙，整代的齿模跟假牙，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其终结是嘴机的讲别赞，嘴气袂呢，确实是啊，都是舌头在说谎的。是，威尔森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跟三位大哥们合作的感觉？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很像鬼的人，像鬼的人，就很可怕、很疯狂啊！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虽然说都是大哥，可是都长不大的感觉。你觉得我们三个人最新哪一个最新鲜？既然有新鲜感的话，那就是你啦。不是，男人最喜欢玩这个游戏，就是我们三个给你选，你要选前面哪一个，然后在里面得到。威尔森下次不带你出来了。对。怎么办？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难？对啊。那吴天真还要送你回家呢。哎呦，你不要想送你回家。你看我们大艺术家哦，对，每次传简讯给他都画一颗小爱心哦，要叫他小生生哦。你看，可以尽量讲他坏话没关系，他不在，我们可以讲他坏话。他目前单身，没关系。嗯，这个剧名叫《纯情天妇罗》，之前耿一伟老师说“纯情”这两个字是你加的。因为我曾经写过一些歌，都是纯情的那个概念，比如说纯情青春梦，所以纯情这两个字放在任何地方，好像都可以漂白它，漂白任何人。所以其实生哥，我觉得你的形象还蛮跟纯情连在一起的，就是那个歌曲的感觉跟你整个人的。我老实说，我虽然看起来很邋遢，有一点无厘头，但是我觉得我老婆还挺爱我的，我也从一而终，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意外了。嗯，就是说我们不聪明，但是我们有一个某种智慧，就是我绝对不想像在剧情里面这样子花掉我人生的大半的时间一直在搞这些情感的事。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有
国家社会重责大任要去面对，对不对？比如说，应该把核能废料拿出蓝屿啊，放在总统府之类的。你是在说应该洗茶余味那首歌？哎呀哎呀哎呀，我们没有道理。现在不是在讲说那个 Seven Eleven 不是要放到蓝屿去，大家吵得要死嘛？不就这个不是议题，应该议题是先把核能废料拿出来放在101大楼上面，大家都看得到这样。哎，反正又没有危险。但是不是说？电力公司不是说这一点危险都没有吗？啊，没危险，就放在我家楼下就好了，就放在每一个人，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分一点，2300份，每个人一人拿一点，任两一点回家，别在胸前，当项链一样，既然这么安全，对不对？一个我是说，把话说回来，一个正常的人类应该有这种 guts 跟这种议题，而不是每天都在现在那种。婚毕业哦，不无聊吗？对吧？对，我非常认同。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纯情天妇罗》，我们再聊回来。我们既然讲到你的歌，我们先来聊这个剧里面的12首歌，好不好？导演那时候听说你挑12首歌挑得很认真，我大概花了我宝贵生命当中其中的3个月。我应该去忧国忧民的，应该去关心环保，结果。我浪费那3个月时间，钻进他的浩瀚的那个曲目里面，歌海里，去抓，去听一遍、两遍、三遍。歌单我觉得我改过5、6次了。哦，真的吗？一次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又一遍。那12首歌你太换过好多次。对，歌单拿来的时候有2、3个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的吗？这是我做的吗？哪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原来就是当年流落在外面的，可能是那个电视连续剧或电影的配乐的歌。哦，没有收在你专辑。没有收在专辑里面，我都忘了这个事情。那怎么办？现在再拿回来重新背歌词，这样很好啊，因为我觉得那些歌对我来讲啊，对我来讲是应该是蛮经典的，可是可惜的是比较少人去听过，可是我觉得那些东西相当的纯粹啦，我觉得那个东西不论就它的词曲或者就一个歌曲来讲，我觉得是相对我来讲是相当一流的台语的歌曲。生哥有改过导演提出的歌单吗？也我就有建议，就是说有些章法。比如说，当时那个预算比较多，他可能还跑到大陆去找几十个人拉了弦乐这种的。这在现在这种唱片零预算的一个时代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大概是类似这种的。而且当时对某些不在自己的专辑的定义里面而产生的作品，其实更有自由度。哦。对对对，所以有可能他确实是。比较任性，比较有趣。我的摄影师在旁边跟我讲说：“哇，这个人太有戏了吧！”我想那些东西我们在剧场里面都会看到。我会跟大家证明，他其实是一个从另外角度来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啊。就是放到一般我们的专业演员里面来看，我觉得他也毫不逊色。